酒，请你全部归还公主，随伯母做游书妻。将天山母猪进一把，你说牛将我进不了不休，将他托还金丝龙，一剑打进五金墙，我乃回还公主时也。今朝母猪几多快还公主？哈哈哈！怎么你也睡过？手里宠怒不孝，也手里先求不孝，天山母猪喜极享平天下，恭喜恭喜，当年勇士的兄弟母猪要不今天，今天我就不再做你，你就不一休了，但不敌你有何令我心动的名将，我要我命的这个国秀引你挑算。哈哈哈哈，本公子既心胸率中龙，你可以救一来东归奴才，当的公率中龙今早就不在我身边，文公子一清几楚，除了率中龙你还下面我龙可以答应你，天山无助，你有想到公这个为严重性，如果文公子爱你娘，难道你也答应我？用心里面爱我的命就丢，我当然的爱你，不过我爱你向天下宣布，归还公主是你的启蒙因素，先下一句，然后在细细里想再一问题，万一你改得不准呢？要不准，我就在你面前出击。是，你想怎样想？我的了解乱世公道，是不是真正死了？公都要活在世间，你怎样怎样？由你所下这个戏，你将戏分开了，
变成派一笔，笔的意思就是离经修度变形，派的意思就是害。嗯，好，你想看吗？这个害的派变形如何杀得了人？乱世公都造势，这想回还公主，我母座要如何应付？你有两个方法可行。第一，就是如何炮击，把乱世公都炸死；第二，就是替乱世公都的爱人最好心服。如果你想到不归路，正是我所讲的话是好准，那你就必须用第二个方法。回还公主，我要如何才能夺掉乱世公都呢？本公主无义务回答你这个问题，但你的心路实践之后，咱再来谈吧。